大家好，我是吴用男人。今天是清明节过后的隔一天，就是五天连假，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搞头呢？除了六日有 The Last Day 的 Life， 然后基本上前面三天台北都没什么活动，然后今天是连假第三天，刚好有高雄动漫节，就想说顺便来一下好了。刚好我也两年没有来过高雄了，是来高雄大概是我人生第五次来吧。现在差不多准备要入场了，然后等一下一开场就是里面的 Mini Life， 然后有四组表演者，夜月、奇乐、Banana 还有可雷吧，四个。对，时间快到了，准备入场。好久没来高雄，高雄真的是超级热，才四月，现在好像快三十度了吧。那你盖一下手章哦。OK。欢迎。欢迎。耶。还有还有还有。今天大家台上看到的是最近改变骚扰活动的Banana，就是具有乡土民情的高雄人。这边是雷神索罗，哎，帅哦。因为台北没搞头，这是什么烂借口？这是最好的借口。现场应该会有一些人有听过，所以会跳的要记得朋友跳哦。不好的预感，非常非常简单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两斤，不是我第一次自己挑战一整场。好，那也有看的妖怪手表。几点进故事？那你们就在那个Thank you.
首歌呢，要带来刚刚连续两首作词作曲者老师所带来的歌曲，等于是深合作，不知不觉经过了十年的阳光春日，十二年啦。Logano。
访问一下吗？怎么了？嘿，妹妹。嗨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些大哥哥很可怕、啊？有没有可怕？会可怕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哦。好看，好玩吗？有好玩吗？那你觉得这些哥哥表现得怎么样？不知道哦，谢谢你哦。时间是否收正？后面都排。谁？对，现在又走出来了，跟一个半小时左右 live 结束了。就阿斯卡的时间根本超长的。阿斯卡时间，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半个小时？有吗？应该超过了，对不对？这应该超过。哦，对，我想讲一下，刚阿斯卡前面那几首歌，我老马，我忘记按那个录影键，所以前面那个从那个东好朋友那几首歌开始，我又没有拍到。哎、欸、呀，你有 mix 吗？你有 mix 吗？有 mix 吗？请问你有 mix 吗？他要500块嘞。他要什么才演？走路工500啊！现在去领便当啦。对啊，我们来领便当啦。我们来领便当啊！他帮你拍那么久才领便当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是专业工具人，来来。专业工具。生日快乐！找一个手残帮忙拍照，拿过来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用左手撑，对 ，hold 得住。耶！耶！捡到一张免费的票，哎，哦，明天不要入场，明天可以拿着入场，是不是？哪边掉了？哎，俩包像哎，尖端，拿来还给他好了。接下来场内就没有 live 了，我想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多，门票才100块，其实这样听也蛮划算的。然后没搞头也不知道去哪，明天还有一天，等一下先去里面这样看一下有卖什么东西好了。左你要陪我去里面逛一下。好啊，去逛一下。好不好？你第一次来？你第一次来？我第一次来啊。我应该是第二次来吧，第一次我是2年前，因为两年半一次啊。嗯。然后以前他办的那个舞台是在。那个里面，只有包总就是在盖在这边而已。这是舞台放那边，其实我觉得有点微妙，因为它这是舞台，如果搬在这边的话，它没有办法跟里面会场做连通，那变成说里面的人也不知道舞台有活动。如果说没有特别去留意的话了，这边就是独立的出入口，独立出入口就还蛮奇怪的。以前那样子的话，就是摊位上面也看得到舞台活动，然后这次的话就独立出来，就变成说你要另外走出来排队，才让我进去这个舞台。入场了，哇，好凉哦，好凉。但是高雄巨蛋，所以看蛋顶。因为感觉其实跟台北是差不多了，都是你那些常看到那些摊位。我找到尖端了，我要还他那个公路生有人掉识别证。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你们让公路生掉这个识别证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对对对，在外面呢。对对对，在外面掉外面了，在外面。在外捡的。捡到东西就还人家嘛，就好人做到底。不然其实这样很好用哎 ，OK， 完全不用排队直接进来了。来，我抽一百，我抽一百。你要抽一个，对对对。好看雷神索罗，抽一个。嗨，就是。好，接这边喽。来看 ，H， 这边可以选一个哦，谢谢。下面天马流星拳，雷神索要来表演一次了，对，遇到熟面孔的店员，遇到天地 star， 好，谢谢，啊，我抽一下啊，再抽一个，我去盖，我去盖，来，来看一下，哦，这边的话是音响的，看看，它是一只，哎，然后就它了，就它，哎，斧头开一个，耶，你刚好刚抽到 H 闪了。H 这么小一个，哦，弹掉，这比较好，这比较大，100块。哎，这鱼吧，虎鱼吗？虎鱼，
虾鸡 OK， 对，虾是虾鸡 OK， 虾鸡 OK， 说就虾鸡 OK， 那把它举起来，嗯，红色不错，虾鸡 OK 红色。MVD 啊，帐篷，你看到这个帐篷，你可以跟那个 MVD 啊在野外 play。要冲杆，三只雷姆，你可以深趴艾米莉亚，然后拥抱雷姆，两个愿望一次满足。OK， 逛完了，好像差不多是这样子，规模大概是台北的四分之一吧，有到四分之一嘛，那差不多了，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左右。啊，跟台北比小很多。对啊，然后。我现在位置好像是两年前那个舞台区，然后现在他们好像就把舞台区移到那边去了，所以我觉得蛮可惜。因为以前的话，他好像把舞台区设在这里，然后大家就是这边玩一玩，然后还可以来这边那个摊位乱入这样子。然后之前还有芝多娘摊位在那边，真好笑。从跑一跑之后，就冲到芝多娘的摊位，就变成说，像旁边我们在排队这些民众啊什么的，可能就不知道说舞台那边有活动啊，不知道有这么有趣的东西存在，是稍微可惜的地方。这就是他们高雄巨蛋旁边，就是百货公司，然后百货公司哎，好面熟，哎，好久不见，还有是那个圣兽石头北爱豆路石头北旅的，耶，请多多指教。哎。不知道你们在看有没有看过他？记得嘉湖那一天要来，对，他也会来表演。27号5月，对，跟我们，跟我一起，跟他一起公演，对，耶，拜拜。哇，楼上还有这些小朋友玩的设施。哎，可雷，安，嗨嗨嗨，遇到刚刚在上面唱歌的可雷，要打个招呼吗 ？Hello， 他明天，在屏东还有表演。对，明天在屏东的 IF。虽然很遇不到。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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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场外还蛮多 coser 的，像这种商业场啊，还有那么多 coser 愿意来，真的算很难得。一方面可能四方比较没空间啊，然后四方面又人来人往的，国际旅客很多，所以可能出脚也不是那么方便吧。在真的今天就在没搞头，没搞头，就等明天了。我们要明天交给吴用男了，我回台北了。明天，哎、欸、对，明天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CG 了。我明天 CG 我是不会去啊，我也不会去。后天可能不会去，因为要撞到那两天还有 3D Live， 然后我可能会去礼拜天的 3D Live， 所以 CG 拜拜。那今天影片就超到这边了，因为再来也没什么好录的，我也不知道录什么，就这样，那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